哦，堂哥这边要小心呐、啊，前方一整队的枪械伏击，他没有灵对，胶护盾了，他这边不选择开枪，选择后信撤。了，哦、这不堂哥这是还晕了，在要打跑四个人路，吗？堂哥直接杀起来了，开刀，战斗不说不再 free fire。还给堂哥哥，第二颗，再秀一手瞬爆，可以吗？有机会吗？又被闪掉，炸到72滴。再来配合欧文肖这边一个夹杀，哇，这个堂弹哥。射给到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后面 MP5 小可爱的爆头，小可爱也是非常推进我熊 baby 的一个拳头。这边一个侧身绕掉小天花，这边拿再过拿下来，来，熊 baby 再拿一个。前方，有个优势老司机。哇，小可爱这个侧身非常漂亮，真的那个雷丢过来，不知道炸的是敌人还是队友。哇，一颗这雷已个经过来雷了，炸倒了小 baby，这个再一这个颗雷过过来来，吗？可以吗？阿汤哥，阿汤太哥好的了。gameplay，小可爱，这里没有办法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抹茶布丁，不然打一会个有一什么比办四。法？你可以吗？还可以起舞吗？一个左边，矮点，还在往前推。起舞吗？这边一个扫头，并没有给到，迷你饭拿很下。少。他这是不是在上面？还是他在2楼而已？我怀疑他跑到屋顶上面去了。他你有爬到看屋过顶上吗？面去了，对，那个点位是很好的一个点位哦。对，超好的伏击位置，这边有抓到，小可爱被放倒了，你感感觉谢。抹茶布丁好像没有要去救吗？这里没打算救。哦，这还可以，来个双杀了。哦，这个是有备而来的。对，这个有备而来，先这个直接拿了一对，个 double，小可爱没有人救。这边对点，C 罗开启，剩下前方有的被阿倒伦。下，哦，阿伦先放倒一个，还可以吗？隐身，哇，是炫拿了一个核弹过缺宝来，呀。路边好像有人在拔雷了，哦，一个圣哇，炮雷，哇，再搭配。隐点身火这熊边 baby，炫，这个再法切一玛斯个，的近点爆头，这边这还个可可以以吗？是再来，跟这一波打了一天个哪一呀！打三的一个概念。直接秀起来了，6-1的 KDA，但直这接边拿我普。觉得权威优势目前是要给到了多多博士哦。对，多多博士已经压出来了，这一发查克拉，狙击枪有命中。百米箱子还可哇，以吗？1-1，阿伦点倒一只，阿伦反接手，手，这里直接要来对位救，了。但是有点危险，旁边有一个 C 罗在狂暴点，抹茶布丁也倒下。然后放一个蹲架凝胶，拉个补。迷你饭是不是上不来了？迷你饭要被毒死啊！毒死对，前毒先放死，这里倒一目个。前1-2，哇，手榴弹哇，选。又出来了。这里先是直接拿了一个 MVP 8个击杀数，damage 3581，拿下我们第二回合团队主题的不亚。小青花这边应该是已经抓到点了，侧身前推，哦，这里全击，白冰冰箱子，哇，白冰箱子全击拿下，阿汤哥近点的对枪打输，悠悠饭这边直接收掉，哇，剩下小文青花肖也倒下，左边这边悠悠饭。悠悠饭。这一个枪械伏击抓到文萧，文萧倒了。大家请不要说，剑拳这个手雷 nice play，再一个登上去炸倒阿汤哥，近点反身这边要救，但是最后后面小鲜后花，面有人，哇，这差一里点。再被先拿下。后面欧文萧有没有办法限制住要前推的人呢？欧文萧的位置比较偏向，你可以捕捉资讯情报，但是好像比较难点到人哦。我这后面怎么只打到自己人呢、刚刚看到自己人啊？爆点，自己人一顿哦。对，然后 Zero 竟然开启了，他吓到，小青花吓到哦。对，他就是谁在点我？Zero 竟然是直接谁在点开了，我？我后面你怎在么干有人？嘛？怎么欧文点萧这我？个哇，但1换1，这一波欧文萧其实算是很 OK 的。欧文哇，萧直是打了接，2个爆头哦对，两，handshot。爆头。欸，感觉是没问题的。这个手雷再过来，来，左边看见欧文萧又站欧文了萧出是打来了了，3个爆头了，法宝可以是3个爆头。吗？欧文萧的位置再来一个，最后阿汤哥拿着这个大刀。
人数优势，哇，这个雷感觉是要把自己人给炸了。我炸了，我看他是不是炸自己人？哇，这边近身还可以吗？我可以这边放倒一只，连队友也一起收掉了。哦，我觉得他好像走不出去了。毒圈这边雷，他们都在塞一个这个毒圈。这边二换二，剩下的小鲜花，但这边都可以救起来的，一打三有机会吗？小鲜花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三甲以内没有空打。这边是不是想要一秀？我这里秀出来了，队友已经帮他把西游全部打出来了。纸箱线，好一只白冰箱子，可以吗？一个接近。打下一个，这里是把队长给收了。哇，这里是有钩锁枪，好久没看到钩锁枪了。真的，大家知道，平常在打经典牌、经典模式或任何模式，哇、哦，这个爆头，这个爆头，怎么样认出欧文萧在哪里？就是看他架的凝胶护盾是不是这个 Halloween 的凝胶护盾啊？可以吗？卡九八 K 切枪，哇，这个速度很快，可以。我还有手弹，是有机会的哦。有人上去了，钩锁枪，楼上钩锁枪勾上去了，但是这还没有两个。点 FH 七，对。哇，但这里、啊、哇有饭，哦，有饭，稳稳的，好像稳的一枪。我们小鲜花这边再去做一个架点，让安逸平凡去拉一个枪线，右边已经在踩点了。莫这边感觉是走不掉了，推得很快。好，平凡这里亚步枪在做压制，帮忙打掩护。鲜花前推，右侧的平凡也在打，这边的一个完美配合。队的细节拉满，拿下这个击杀。哦 ，baby， 你哇，队长的对决，这一波是用的讯号 baby 拿下。这个跑车的声音，哇，他真的当赛车场开起来了，抹茶布丁，直接被淹没车了，哇，一个甩尾可以，是苏乞儿又被放倒了，哇，这个甩尾，哦，唐哥这边要小心啊，发一整队的枪线伏击，他没有凝胶护盾了，我这边不选择开枪，选择后撤，这不唐哥是一人要打四人吗？唐哥直接杀起来了，西罗今天有没有先开一个守住？这边队友冲进来，再往前做一个推进。这鲁豆说的子弹压进去，塞进西罗再点支，拿了一个 double， 这可以救一个吗？没有问题，我把队友救了起来。好，直接开点了。这真的枪械鲜花这边再拿下一个 shot down。啊，唐哥这一组也不遑多让，已经七杀喽。发唐哥再打个掩护，侧身可以吗？可以。哥这边要前推了，还要再往前塞吗？先把队友收光，传出一只孤狼拿下。问题，可惜人生是在最后的一秒钟是被敌人给硬收了。唐哥这一组已经拿了十个击杀数了，队友这边必须要压右边的位置。把空间给制造出来，侧身，你的脚脚露出来了。这边疯狂爆点，但这一圈毒有一点痛，再往下架，还没有进圈，再架一个没有凝胶了。老队友这边空间是有的。阿汤哥这一队剩下宋庆哥老翁，无人机找出来，全部都无所遁形。这边双方手榴弹开捏，这边人数优势会有一个绝大性的。一个顺爆雷，哇，再来一颗吗？两颗。老翁掉，这边老翁要一打四，一打三，但是感觉没机会了，哇哇，没机会了，非常高的小鲜花 MVP 给到是我们的光头墨镜哥了，平平凡凡。